说了放手放手，再是你的玩偶，都跟你说了放手放手，以后我爱你们。度过了分分合合，不错过最对的人，一次把手给我，不保留去付出我的所有，想用你来守候。是星期五晚上，现在是星期五晚上，知道什么东西要来了吗？四六顿他们肉，我要爆了，爆爆爆爆爆，你要爆了，来哦 ，Yeah， 呜 ，Yeah， 呜，我 combo combo combo， 耶。
解脱，都跟你说了放手放手，不再是你的玩偶，都跟你说了放手放手，以后不再让你欺负我，收到了你给的痛，说了放手够了给的痛，我跟你说了放手，我爱你们。真的要非常感谢写这首好听的歌的我们的师兄，是，但其实我们是前辈。前辈，谢谢秉志。但其实我更期待的是也看到秉志跟我们一样在站在小巨蛋上，再一次。我们一起加油，我们完了就换你哦，秉志，加油。熬过了。让我看看二楼三楼的宝宝，哇，好漂亮哦！请给我全世界的寂寞。我爱你们。
我不想唱这首歌。在练这首歌的时候，练团老师问我说：“哎，透露哥，你唱哪边？”我说：“我没有唱。”你知道我们这首歌的歌词是我们自己写的，但是我们的歌词的作词人的名字写的不是昆达树伟阿迪牛奶，而是 Energy。所以 Energy 就包括你，所以你不需要介意，好不好？今天我们终于一起唱了。对。我是树伟，我要记住你们每一张脸。我是牛奶，我要做大家的保酒乳。我是昆达，我今天好帅哦。我是阿迪，我终于在小巨蛋唱歌给你们听了。我有赞。我们这首歌里面，大家还记得？我是牛奶，我是苏伟，我是困难，我是阿迪，一直少一个人的声音。哎，终于回来了。终于回来了。我们在这场演唱会选歌的时候，一开始进练团是我跟练团老师讲说，我不想唱这首歌。Toro， 你冷静，你还好吗？哦，在练这首歌的时候，练团老师问我说：“哎 ，Toro 哥，你唱哪边？”我说：“我没有唱。”你知道我们这首歌的歌词是我们自己写的，但是我们的歌词的作词人的名字写的不是昆达树伟阿迪牛奶，而是 Energy。所以 Energy 就包括你，知道吗？也是有我们五个人 Energy 才是完整的。对，所以你不需要介意，好不好？今天我们终于一起唱了。对，熬过了。所有你在参与的人生，我才完整。从此。我们没有血缘，但是我们是最好的兄弟。其实从我擤鼻涕忘了把麦克风拿下来，对不起。这次我们加油是握着一坨卫生纸，知道吗？而且是刚刚脱了的鼻涕，新拿的啦。对，如果真的没有去年五月天 Mayday 演唱会上面的一个暖心的邀约。对，真的不会有我们这一段人生二刷，然后经历的一个奇幻的旅程，这个再就业的机会。对，真的还要谢谢我的家人，对，我谢谢我妈妈，然后谢谢我的太太，我的孩子，今年第25，我从来没有在这种场合，我们第一年演唱会他就在，然后我人生经历所有的高低起伏。 Sunny 爸爸，你的出生对爸爸来讲真的很重要，爸爸希望成为你的榜样，希望成为你的骄傲，所以爸爸真的很努力，很努力，希望真的做一次给你看。我们五个人昨天都没有睡好觉，因为我们不想辜负进场等待我们二十几年的你们。我要谢谢我的家人，今年我有两个家人，两个家族的家人，我的爸爸妈妈，我的丈人丈母娘，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老婆。老婆，不好意思哦，今天借大家用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小时候是，是我外公带大，他把我们团的照片一直放在房间里，然后每一年都问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要一起唱歌？我都说没有这件事情。前几年有一天，他就不在了。然后我觉得我在这里听到很多歌迷的资讯，我知道这22年不容易，今天这一场22年复出 NH 演唱会，不止小巨蛋的你们10000多个人在陪我们，我想跟我外公还有天上很多人讲说，哎，谢谢你们来看我们。其实从
不要那么大声。我擤鼻涕忘了把麦克风拿下来，对不起。你这样是电，这样是牛，你那个玷污伍佰老师的形象。你还戴了墨镜，把墨镜摘下来。开场那一刻，看着大家坐在下面，然后我看着左右五个人都就定位了，就觉得哇，又回来了。或许今晚不是一场最完美的演唱会，但绝对会是我们五个人跟你们所有人记忆最深刻的一场演唱会。如果我们没有聚在一起，没有过去20年没有那个缘分碰在一起，不会有 Energy， 也不会有现在的我们。我有五个姐姐，但是我没有兄弟。我们没有血缘，但是我们是最好的兄弟，是吧？好，那如你们所愿，我哭了，好不好？是我们家有时握着一坨卫生纸，知道吗？而且是刚刚偷了的鼻涕，新拿的啦，新拿的啦。小巨蛋的第二场演唱会，稍早粉丝自发性举办了16吨的快闪活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精彩画面。粉丝的部分大概半天至一天，因为其实大家在群组上面都有陆陆续续都有这个想要一起挑战的这个想法。那因为原本是怕天气不好，所以我们有先取消，但是看着今天天气不错，所以昨天临时在我们的大群组里面询问大家的意见。在演唱会两天的部分，我们联合应援团队就是由台湾跟新加坡一起的联合应援团队，我们有两天都有进行牌子跟手幅的应援，以及手机灯应援跟大合唱，就像梦一场，就是觉得看到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对，然后很感动，然后很欢迎他们回来。22年的第一场售票，所以就是其实大家也想要，粉丝自己也想要用自己的方式为 Energy 做加油，所以才会筹备了这一系列的应援活动。站起来之后呢，大家我们用标准的手势这样子喊 Energy Stay， 好不好？Shut up.